嘉是选秀节目《星光大道》的首届冠军，出道五年来已经发行《神秘嘉宾》《大小说家》等四张个人专辑，以迷幻王子的忧郁唱腔和看上去很乖实际上很搞怪的个人魅力，赢得了无数粉丝的青睐。2012年10月12日，林宥嘉神游伦敦巡回演唱会也吸引了众多在英国的歌迷前来捧场。我们是从 Newcastle 过来的。From England。我是看着他出道，从星光大道开始就看他，很喜欢他，就觉得他的曲调啊，然后歌词都比较特别，所以就一直比较喜欢他。Just his voice, I just love his voice。觉得他对音乐有特别的理解，非常谦逊一个小孩，唱腔又很独特。I don't know what that is in Chinese, but I like Good Night. I like Freedom.That's a good one as well. Yeah, I really like that one. Yeah. 我最喜欢说谎，因为我儿子人生中第一首会唱的歌就是说谎。我努力为啥坚强寂寞就像够了，是时候了。这次演唱会选在了伦敦市中心的威斯敏斯特中央厅，能够容纳2000多人，和国内动辄几万人的演唱场地相比，林宥嘉在这里和观众的距离更加亲近。Hey, good evening, London.让记忆松绑，我的
神游演唱会，林宥嘉用他的完美歌声演绎了20多首佳作，还有一首特别为伦敦歌迷准备的保留曲目。现在我们要唱一首新歌，那这首歌呢，就是这样 live 的版本从来没有唱过，然后就是第一次在伦敦唱。当唱到成名作《说谎》，林宥嘉又用他的幽默细胞让全场乐翻天。朋友介绍我的时候，就说：“哦，这是他最有名的歌。”哦，不，他当然不这样讲的。他说：“他说这首最有名的歌。”然后他们就听一听，就说：“哦 ，I love this song。”他就说呢，因为他觉得 I can't listen to it when I take shower。所以那个时候觉得，哦，原来我最有名的歌就很适合外国人洗澡的时候听，然后就 key 也不行。哦，我们最后一起唱哦，大声一点，让他们知道说呢，洗澡听的歌也是可以唱很暴力的。我的一首伯乐，林宥嘉完美谢幕伦敦演唱会。不过接下来的答记者问时间，林宥嘉继续保持着舞台上的真性情，而他回答问题的方式也让人忍俊不禁。当然你要论规模的话，当然是比其他亚洲的场地要小蛮多的，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，所以今天是没有办法跟任何一场做比较。我的经验，我觉得今天是不错的。做演员，你知道做演员呢，就是要长得很帅的人才能做演员，而且要360度没有死角的人做演员比较好。可惜我不是，我不好吃掉蛋奶，但是我大概超的这只有，没有啦，没那么多，就200多度而已。在360度都帅之前，就是不要去演戏，就是那些人会很难拍。很多人对英国食物评价是不是很蛮两极的，就是觉得有的人觉得很好吃，有的人觉得难吃，但我觉得蛮好吃的，因为其实我蛮好养的啦。不会啊，因为只要看到有华人面孔还是会认。其实昨天有被认出来啊，我只听到说 Are you Yoga Lin? Are you the singer from Taiwan? 然后我觉得他讲那个英文的 accent 很好听，但是我听完之后我就假装听不懂，然后这样啊，这样子。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拍那个东西啊，而且因为就是我蛮狼狈的，但是后来我想要去跟他们，想到说啊，可以跟他们握个手的时候，他们已经不见了，对啊，所以，希望他们不要一直感到很难过，因为我一直惦记着他们两个，是一对情侣。而即使是英文提问，林宥嘉也能用纯正的发音应对自如。How's it feeling generally for the city?
考虑情绪感觉怎么样？ I feel fine. If you can choose a song to describe your feeling about the city or the country, what would you choose? A song? Yeah.It's been a hard day's night, and I'll be walking like a human. Great. So have you ever got a chance to experience the night? Please. Sorry? Have you ever got a chance to experience the nightlife? Nightlife? Yeah. Yes, I did. But I got really serious jet lag, so...我差不多九点就会睡觉，因为九点十点差不多是台湾的五六点，是我平时睡觉的时间，所以我从台湾来到这边会变成一个非常养生的人。对，谢谢 ，Thank you。You're welcome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维多利亚小镇坐落在 Telford， 是座大型的露天博物馆，它真实地还原了维多利亚时期的场景，商店、学校、工作坊都在照常运营着，乡村小屋的主人还会邀请你去做客。下期节目，小伟将带大家来一场穿越时空的旅行，让我们一起回到维多利亚时代。